主料，苦瓜一个，蜂蜜3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先将苦瓜洗净，数着顺切一刀，切成薄片。锅里放水烧开，放入适量盐和油，放入苦瓜闹一下，捞出来过凉水，盛入盘中，倒入蜂蜜调匀，端上桌即可享用。烹饪技巧：锅里放水烧开，放入适量盐和油，放入苦瓜闹一下，捞出来过凉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